好，今天发现那个挂机的魔法师手游，挂机版的哦。公立教学。那就可以一直这样弄下去。这很像群英雄图鉴呢，一堆全图鉴，拳法上图鉴，找换装备是什么意思？但是那个系统还没开。反正就这样练吧。有没有？啊，应该是背包那边吧？还是背包那个？这个吗？啊，这里这里。这个吧。哇！强化攻击力，这样子吗？啊？什么？自动选择？该不会那个系统又还没开了吧？应该是还没开呀，每次都这样。